全球 AI 巨头齐聚台湾，让台湾成为国际世界的焦点。面对全球 AI 浪潮，我们必须加速推动台湾 AI 行动计划 2.0， 发展台湾自己的生成式 AI， 推动 AI 产业化，产业 AI 化，让台湾成为国际 AI 创新发展的枢纽。各位高阶文官，都是各单位的管理中枢，必须加速融入 AI 创新运用的行列，以数位治理来优化民主治理，也提升政府的效能，更进一步的服务我国人民。我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民间各项创新的 AI 培训，让政府思维跟民间同步，一起推动台湾的 AI 发展。